好，38度6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做法，掌心相对，大拇指举起来，先向左平行往左，再平行往右。来，向左的时候右手高一点，向右的时候左手高一点。预备，做2次，1、2、3、4。然后我们的手由下往上钻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左脚前后点地，2、2、3。收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来抓手并过2次向左，3、2、3。拉手5、6、7、8。这里有个并步，左并一下，右并一下，这个并步手可做可不做啊。如果要加手的话，就推门，左并步，右并步。接下来往前上步，上左点右，上右点左，然后胸腔往前4次。手往前拉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圆胯窝头，前左后右，这是我们第一组动作。接下来第二组并腿摆胯，预备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双手掌心朝前往下拉，5、6，这只有6拍。然后左脚打开一个弓步，往左边扩胸2次，掌心是朝前，手握拳往后敲2下，预备，走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屈腿摆胯，抓手5、6、7、8，向左走1、2、3、4，你看手本来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直接从上往下拉5、6、7、8，中间又一个并步，左并步，右并步，往前手打线，由外往里往外敲，由里往外敲，然后退4步，手放下，帮往后退完之后，接下来踩左脚左胯拉右手，右脚右胯拉左手，圆胯一圈去摸头，走前左后右。接下来又是一个并步，左并步，右并步，往左边做4下，走1、2、3、4，右边5、6、7、8，都是做4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左脚，把左脚脚后跟，现在做法脚后跟是朝内是吧，接下来脚后跟往外，左腿伸直，右手甩起来，然后吸腿的时候就把我们肘关节和膝盖感觉靠去靠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动作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走1、2。好，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踩右脚，右手拉，然后再吸腿啊，这样都可以去进行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第三部分行军步，走，上左点右，退右点左，然后掌心相对，往后甩手，走，左胯右胯，左胯右胯，我们一个直腿摆胯，也可以做成踩脚摆胯都行哈。然后再来2、2、3、4，然后十字步5、6、7的时候点左脚，8的时候吸腿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动作再来一遍，走，先做一个行军步，然后开始两边甩手臂4次，再来一个行军步，然后十字步，走5、6、7的时候把左脚打直，然后在8的时候吸腿。好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动作全部都在这个基础范围之内，我们加了一个身体的方向。首先我们身体对着正前方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走十字步的正2步往左转，5、6、7的时候把左脚点脚尖，8的时候吸腿，再来行军步，3、2、3、4，甩手5、6、7、8，4、2，十字步转身，转向正后方，5、6。